来到这里，在基督，这是熟悉的地方。去年7月31号，高雄发生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石化爆炸案，消防局也是有史以来牺牲最多优秀的干部、优秀的同仁，义消也在这个过程之中付出牺牲。在这个过程历经半年多到现在，我们心中还是很痛。